如果你身边有人约会未成年少女，并在言语上挑逗诱惑他们与之发生关系，你会去制止他吗？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选择去制止他。但如果这个施暴者是个明星呢？你还会选择站出来揭露他的嘴脸吗？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犹豫一下，毕竟明星的影响力太大了，稍有不慎就会吃了官司，被明星的粉丝们人肉施暴，成为第二个被害者。然而这个19岁的姑娘面对男明星的施暴没有沉默，而是勇敢地站了出来，为自己和其他被伤害过的女生讨个公道。这个19岁的姑娘就是正与吴亦凡对峙，处于风口浪尖的都美竹。相信很多的朋友们都有过追星的经历，喜欢上一个明星便会喜欢上他的一言一行，甚至产生过与其谈恋爱发生关系这样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如果你喜欢的明星跟你私聊见面，你会去吗？很多追星的姑娘或许都会选择赴约，因为能与偶像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并不多。然而这些姑娘们并不知道，她们所喜欢的偶像明星在公众面前一副乖巧听话的嘴脸，在背地里却是另外一套阴险狡诈的嘴脸。当你满心欢喜地前往偶像的住所时，你不知道等待你的是什么，可能是罗志祥那样的多人运动，也可能是陈冠希那样的私密拍摄。目前国内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相关事件，但我们可以从韩国的胜利门中窥见一二。这些追星少女们并不是偶像的心头肉，她们只是偶像明星招之即来的玩偶。让人心寒的是，其中以涉世未深的未成年少女居多。其实这些未成年少女的姿色并不一定多好看，而偶像明星们看重的恰好就是这一点。因为跟美女网红们约会的风险太大，稍有不慎被这些网红们抓到把柄，这些偶像明星的下场就是身败名裂。所以这些偶像明星把目光放到了心思想法单纯的少女身上，因为他们比一心想要出名的网红好糊弄得多。挑选这些无辜少女的脏活一般并不需要明星自己动手，他们有自己的专业团队专门为他们物色这样的猎物，并且在享受完猎物之后，他们还会相互交换心得，如同韩国胜利门那样玩弄心思单纯的少女粉丝，更像是他们相互攀比的战绩。最可怕的是，我上述所讲的内容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一个19岁少女所爆料的内容。在经过长期的网络暴力之后，在经过无数天粉丝的谩骂暴力之后，都美竹选择了正面硬刚吴亦凡，非常露骨的把当时跟吴亦凡共度春宵的细节描述出来，称他只有三分钟，且还十分喜欢不做安全措施，并且事后还问女生自己厉害不厉害。很难想象一个19岁的女生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把这么与偶像明星之间发生过的如此私密之事在公众面前坦诚不公地讲出来。这么做对都美竹有什么好处吗？并没有。都美竹很清醒地知道自己的人生已经被毁了，不管她在和偶像发生关系之后是否还与其他人有过关系，她都已经在路人的眼中成为了人尽可夫的荡妇。一个19岁的小姑娘成了众人眼中的荡妇，可想而知她将面临什么。嫁不嫁得出去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出门恐怕都会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或许现在还有人会称赞她勇敢揭露偶像明星的不耻，但时间一长呢，恐怕大家都只会留下都美竹私生活混乱这样的印象。人生未来已经黯淡无光的都美竹真的不会害怕那些私信她的死亡威胁，因为此时的她基本上已经处于社会性死亡的状态了。吴亦凡方面虽然仍在坚持说都美竹造谣说谎，但结果已经在大家心里不重要了。毕竟吴亦凡虽然国内出道仅仅9年，但他的花边新闻永远是围绕了约炮两个字进行，已经在大家心里留下了刻板印象的他很难再就此事进行翻身。一个原本十分简单的谣言问题弄到现在这种全民皆知的程度，很难不揣测吴亦凡方面是否存在问题。如今都美竹和吴亦凡两人身处舆论的漩涡之中，谁也不是赢家，众多的品牌方与吴亦凡解约更像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类偶像明星的后续发展已经没有必要再去操心了。如果他们触犯了法律，那么法律法规会去处罚他们，不需要吃瓜群众们给他们判刑。此时更应该关注的是那些被偶像明星们伤害过的少女，由于年幼无知所犯下的错，并非只有死亡才能洗脱，正值花季的他们还有大把的人生可以用来悔过。我说这些并非是在为都美竹洗脱，在这次事件中她的言行确实让人感到存在着目的性。我所奉劝大家思考的是这件事情背后所牵连的受害者，其中两个至今还未成年的女生，让我最是感到心寒不安。我并不知道接下来的事件发展会不会把他们的信息也牵连出来，如果他们的名字照片出现在了公众面前，我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情况。对于追星和偶像，我个人从来都是旁观的状态。如今偶像团体众多，无知的孩子们会喜欢上帅气有才的偶像也是正常的事情，但千万要把偶像和生活分割开来。和明星谈恋爱并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各位家长父母们也需要对孩子们追星的状态加以引导，避免他们盲目追星，接触到一些可怕的事情。孩子们是祖国的未来，无论是谁去祸害祖国的花朵都是不容饶恕的罪孽。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这里是网红与品观，带你解读不一样的网红新闻。看完视频别忘了点赞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